他们这个叫什么生态。哇，难得我老公开车可以喝酒。我有说我要多喝吗？你至少喝一半，你只要喝有三分，你也要喝一半，我剩三分之一给我。啊？那我喝整杯啊，我干嘛喝一半？一杯再多一半啊。你这是喝醉？那对呀、啊，所以我不能再喝太多、啊。你说他还没喝都醉。这比较好喝。这比较，你说蜂蜜的那个？不是，我是琥珀，琥珀的。我们好像还没顶多啊。琥珀是比较淡吧？嗯。这有点像那个。阿萨伊哦。嗯。没有，不是阿萨伊啊，阿萨伊我还没喝。我们是喝什么 K 开头的？麒麟啤酒。麒麟啤酒，麒麟啤酒，嗯，对啊，这有点像那个